在东大陆的这片土地上，古老的兽灵一族是草原和风的化身，他们孕育了数千年的游牧文明，还曾拥有铁骑的荣耀和辉煌。如今的兽灵们正迫切地等待着一位受风神指引的年轻勇士，去追逐风神塔阳的足迹，重获神之鞭的骄傲。